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小七，今天头有点不舒服，去医院拿点药。走，我们出发吧。现在已经到了医院了，准备进去。这是门诊部大楼，现在准备进去。请的是120救护车。到了门诊部大门，感觉医院人好多呀。看的那个在六楼，现在已经准备上五楼了。上五楼。人很多，排队都排在门口来了，太多人了。好了，我们现在到了六楼了，现在准备去哪个号。哦，前面拿号的都排这么长的队，这么多人等着排队拿号，医院真的是，大家以后不要来，少来这种地方，花钱还遭罪受。现在已经拿到号了，现在等叫号，在这里等一下。好了，刚刚看了，医生叫我去四楼交会，那我们现在下去交一下会，然后再开点药。感觉来医院人真的挺多的，排队排半个小时。在前面排队交会吧。好了，现在看完了，准备回家。医生开了点药，回去吃一下。来看了一下的小病，医生要抽血检查，还说做什么 CT， 搞得很夸张，很严重。我没做，就开了点药回去吃了，看过两天会不会好一点。现在准备打车回去了。以后大家不管有钱没钱，健康最值钱，不要来这些地方，确实花钱遭罪受。